大家好，今天2024年这个7月8号，我们来给这个就是关于 overleaf 里面写的这个 constraint encoded 和 matrix 这些 norm 的 encoded 留下 comment。首先这个 deflection 这写 preliminary 这个写的感觉看着没啥问题。然后这个 markov encoded 是要给 citation 的，那个吕布同学应该知道这个是啥哈，他就问石老师，石老师应该告诉他了。这个你到时候就要跟他说一下这里。哎，行。这是第一点，然后这个原因已经加了，看着挺好的。然后这个 remark 你们需要去找一下，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encoded 在我的文章里面哪用到了，这个可以，你可以让姜维和另外一个学生找一下啊，OK。或者他们看了这个视频自己也可以知道，就这个需要找一下啊，就是有多少找多少啊。行，行如果嘞。他们不知道哪些文章用过了，你们可以去问那个吕布，然后看看他们他应该可以告诉你。然后切不雪夫 encoded 也是，这也需要写个 remark 记录一下，就是我的哪个文章用到了这个 encoded，然后你们去找一下，让那个姜维和另外一个学生找一下。然后JSON encoded 这个需要给 citation，如果你们不知道 citation 是啥的话，让那个吕布去问那个石老师等一下。对，以后这种 constraint encoded 不需要给证明，你们这次写了就放那儿了，他 make sure 这个证明是对的。你们停下，往上。对，这个地方没有给原因，看到了吗？OK，发现了。对，你们这个原因，这是好几个步骤都没有原因，看到了吗对，？OK，你等一下啊，这个你们一原因回去要嘛。加上啊，等一下。OK。这个 hold if failing 一样要给 citation，这个 hold if failing 没有给 citation 啊。然后 hold if failing bound 和我不知道那什么玩意儿，这是 hold if failing bound，这个也没给 citation，对吧？如果你们不知道 citation 是啥呢，就去问那个吕布，吕布不知道就去问赵老师，然后你们会把它填了啊。这个 burns 呢也没有给 citation，为什么？我记得之前加了什么，现在还没有 citation。然后这些每一个 encode 都需要写个 remark，说这些东西在我之前哪个文章用了，然后把那些文章 set 一下，以及第一页都要标注出来啊。然后我们现在看 norm encode 啊。那我们 encode 每一个也一样，就是去标注一下在哪用到了，在我的文章每个地方用到了啊。这个事情可以让姜维和那个学生做一下。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 norm 在哪被用到了，可以去问那个张飞，张飞知道那个在哪被用到了。行。对，这些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在哪用到了啊。OK，别的就没啥了。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没有了。？OK，我一会儿把这个视频剪出来，然后你可以根据我这个视频的 comments 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大家可以去分头行动，把这个改得更好一些吧。行，然后没等你问们题。改过一遍之后，我可以过2天再来留一次 comments 啊。行，好，先这样，拜拜。好，行，拜拜。